咁撚多嘢啦，真係係咪先？即係因為我見到好多咧，都係去咗英國咧就屌鳩台灣政府啊，話佢出賣佢哋啊，出爾反爾啊，係好撚難聽嘅説話啦。咁啊，去到英國咧就讚嗰邊就天上有地下無啊嘛。咁呢樣嘢我就覺得唔係咁客觀啦、啊。大家好，我肥姐，歡迎收睇《肥姐睇肥姐》，大家好，我是肥姐，歡迎收睇《肥姐睇肥姐》。好，今日咧一月份啦，咁啊，今日難得天朗氣清啊，咁啊成差唔多18度啊，但係個太陽都好猛嘅。咁咧，我同我太太咧就兩個人咧就坐咗喺草地度休息下，曬太陽。咁啊，而家2023啊，新一年啦嚇，咁就我就都想講翻啦，我對投資移民去台灣依樣嘅睇法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最近我就睇新聞啦，咁又係有啲人香港人咧申請入籍身份證咧又唔批嘅，又移民處又拒絕咗，咁啊要你繼續再做內地生意，先至再有待觀察，係啦。咁我就諗啦，其實會唔會而家唔係去投資移民去台灣一個好時間呢？點解咁講呢？因為譬如話，而家唔係幾年前啦，可能2017、2018、2019年咧比較鬆啲嘅，嗰時就比較簡單啲啦。你可以做生意，做啲網購啊，唔使實體店啊，做一年啦，咁啊又唔使請員工咧，你就可以申請身份證入籍噶啦。嗰啲就我哋所謂嘅舊制啦。咁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？喺台灣2014年嗰個時間咧，你只需要將擺喺銀行台灣銀行500萬嘅台幣做定期咧，即係一年咧已經可以入籍攞身份證嘅。嗰時係最容易最簡單，但係咧就冇乜人去。咁但係咧就到2020、2021咧就開始收緊咗啦，收緊咗要做3年啦咁啊。咁我發覺咧有好多嘅香港人啦，佢就嗰個申請入籍咧就彈翻出嚟批嘅。咁就其實都引嚟好到而家依一刻啦，都好多人嘅不滿，係啦。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已經選擇咗去其他國家啦。咁其實最簡單就是英國啦，去英國咁就因為可能你住5、6年咧，咁啊可以申請入籍嘅，係啦。咁起碼就唔使做生意先啦。咁就我見到都有啲人啦，就去咗英國咧就屌鳩台灣政府咧，就話佢食人血饅頭啊，揾我笨柒啊！又話做一年生意得嘅，咁啊又唔撚係啊嚇，做咗2年都唔批喎咁樣，咁就我相信有啲誤會啦。嗰啲人就其實講嚟講去，其實冇嗰舊制咧，嗰啲人都唔諗明嘅，死都堅持話只係舊制啦嚇。咁其實你遲咗嚟去台灣，咁啊其實都係新制啊，新制做3年生意嘛嚇。咁其實我覺得就今年咧，2023年咧就會真係見到真章噶啦。2023年真係有啲香港人嘅公司已經係運作咗3年嘅啦，咁今年咧就去申請嘅話咧，就知道真係批唔批啦入籍。咁啊變相咧，而家咧去台灣投資移民咧個成本咧都唔低嘅，甚至乎咧係貴過你去英國嘅，因為你要做生意可以請人啊、租鋪頭啊。咁如果你個生意係賺錢嘅，咁啊當然最好啦。但如果你唔賺錢嘅蝕錢嘅話咧，你蝕3年錢咧都幾肉痛嘅。咁所以咧我都客觀啲講啦，我都奉勸香港人咧，就唔好再申請投資移民去台灣啦。即係依一刻暫時嘅話，就我都覺得佢應該選擇去英國嘅。咁預期你留嚟咗依度1、2年，咁你申請入籍又唔批，跟住你屌鳩鳩柒個政府，又好撚都不滿。咁除非你嗰個口袋好深啦，嚇錢好足夠啦，你真係好中意喺台灣生活咧。咁你咪不妨去申請，又或者你覺得你個生意喺台灣係真係好有信心去賺錢嘅，咁我覺得都不妨去試嘅。但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要捨難取義嘅話咧，我都相信學一啲坊間嘅 YouTuber 啊，或者其他嘅香港人咧，就去英國算啦，唔好搞咁撚多嘢啦，真係係咪先？即係因為我見到好多咧，都係去咗英國咧就屌鳩台灣政府啊，話佢出賣佢哋啊，出爾反爾啊，好撚難聽嘅説話啦。咁啊，去到英國咧就讚嗰邊就天上有地下無啊嘛。咁呢樣嘢我就覺得唔係咁客觀啦，因為呢個係兩個地方、兩個國家啊、人和啊、氣候啊、嗰個地理環境全部都唔同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就不能比較。
即係你同橙同蘋果點比較咧，兩種唔同嘅生果嚟噶嘛。離開咗台灣嘅香港人咧，咁啊跟住就話呢個台灣政府啦，出賣佢哋啦。咁其實係咪真係出賣咧？咁我就否釋翻咧，其實都唔係出賣嘅，只不過係人哋收緊咗嗰個條件，佢就要你做三年生意。但係咧，好可惜啦，你就唔夠耐性啦，或者唔夠資金啦，或者唔夠時間咧，就去做足嗰個三年，去先去申請嗰個身份證。咁我唔知你點解要咁操之過急啦嚇，唔知我唔知咩原因啦。因為你有冇身份證，你用居留證都可以喺度生活噶嘛。咁你嘅細路仔都可以喺度讀書啊、買屋啊，都冇人阻你嘅，你都有享受嗰啲權利。只不過係你唔可以有投票權啦。咁啊，其實你健保都有啦嚇。咁其實同一個台灣人，你基本上冇分別嘅。即係反而，我覺得要更加要喺 enjoy 喺享受喺台灣嘅生活咯。咁我就識啲移民中介公司嘅朋友啦，咁佢哋都同我講啦，就依一兩年咧嘅投資移民去台灣嘅香港人咧，就越嚟越少噶啦，基本上而家都冇乜噶啦，已經好少啊。再加上啦，咁你舊年啊，嗰個批入籍嗰個人數咧就越嚟越低，越嚟越困難，咁就變咗咧，就香港人去移民台灣嗰個意欲就越嚟越低噶啦。再加上你係不可以做嘢啦，因為要做自己嗰盤生意嘛。咁反而你去英國，可能你雖然係逗留時間好長啦，五年六年啦，但係你可以工作嘛。咁啊起碼有每個月有穩定啲嘅收入。咁啊，再加上咧香港人嘅輸打贏要嘅心態啦，咁就衰鳩咗咧就屌鳩政府啦。咁如果咁嘅心態咧，我覺得就真係唔好搞啦，真係唔好投資移民嚟台灣啊，費事一陣間又。好撚後悔啊！真係好中意，好中意台灣生活，一定要嚟依度嘅話咧，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覺得啊，唔嚟依度都冇乜所謂嘅，去其他國家都係咁嘅，都 OK 嘅。總之我一定要有外國護照嘅，咁其實咁不妨去英國咯，英國仲好啦。